欢迎再次观看九零零新闻。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4月5日，有关 CETC 成都事业部员工陈志农大骂领导强压加班一事，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网在微博账户发文提到，中国电科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日中国电科关注到多个网络平台根据网传 CETC 成都事业部413和 CETC 软件开发科27人格微信群聊天记录发布和传播有关中国电科的不实信息和言论，中国电科高度重视，认真排查上述微信群聊天记录所涉单位和人员、非集团公司所属成员、单位和员工对于传播扩散虚假不实信息的行为，集团公司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和权利。针对此，有网友评论提到，外包员工就不是人，就可以尽情压榨，无所谓，反正我狠狠和骂人的朋友共情了，结果在意料之中。其实有关此事，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到，今日中国当地媒体财联社最新报道中提及，成都市劳动保障监察队工作人员表示，已注意到相关网络舆情，将进一步前往涉事公司了解情况，调查核实。这名工作人员称，清明节属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如若加班，需支付300%费用。如果网络截图所传早八晚十一工作的情况属实，那么该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每天8小时工作制，加班不超过3小时，那么该公司涉嫌违法，将对其依法处罚。同日，中国的四川当地官方媒体《四川观察》在微博账户发文提到，4月4日，四川成都疑似中国电科清明节强制加班怒怼领导的相关聊天记录在网络上流传，目前疑似当事人陈志农回应已离职，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内部还没有听到相关消息。据悉，有关此事，我们在此前的报道中提及，4月4日 CETC 成都事业部员工陈志农在社群中因领导安排清明加班而暴露，将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加班的怨气一并发出，并引起了我们同事的集体共鸣，纷纷要求辞职。有关 CETC，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CETC 前名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主要从事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计算机软件设计制造开发应用特大型中央企业。